高音那边要把它减低一点。其实高音把全部关掉没关系。所以你弹到那个 bass guitar 的话，你就是它四根弦事实上是跟我们的吉他的上面四根弦是同个音的 ，OK， 也是 E A D G， OK， 但是它弹的时候它是特别着重在那个root note。所以上个礼拜有人问我说啊，这边要弹什么？吉他手的话就是 G， 然后再就是 G， 然后 E minor， 可是贝手的话它就会走下来。让赞美潮湿处响起，音符在空。OK， 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啊，我们现在就来 demonstrate 这首歌，然后怎么是吉他、bass 跟 drum， 然后还有一个又高又帅的 vocal， 他还是帮我们唱。OK， 好。对，就是你。我们有 drum 吗？有 drum 吗？ Drum machine。我们有。Hello。Hello，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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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ing。哎，这有就有哎。Hello， 好。是唱太高了。不会。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这 exercise 会让你看到怎么这个整个 band 怎么 work together。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有个 drum。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它这个 tempo 是一定的，所以它不会跟它不会说哦，你弹得快，它跟你弄得快，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 exercise， OK， 这有声音吗？然后我们就请 K 了，他想要开始唱的时候就开始唱。所以当就是看到说我们在你看到每个乐器它都是组织在一起的，吉他它好像就是 OK， 就刚刚那个状态打的时候它是一个打拍子，然后有一些这个 percussion， 一些那个一些音效在里面。 Bass 就好像就是下面一个你可以想象出一个草原啊，然后drum 就好像是想是凸出来就一根花一根草这样，然后这 bass 就好像一片那暖暖的那个草原的铺在那边，很 warm 的感觉。那吉他的话就好像天空在飞的小鸟，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很好 really nice， 所以就是 work together。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 demo， OK， Sean， 我们先要做一个 demo 叫做就是分解和弦的 demo。
像刚才是比较热血一点的让赞美飞扬，然后我们今天现在要做一点比较古典版的让赞美飞扬。OK， 那每一次你要 unplug 乐器的时候啊，有记得请把你的 gain 把它调到最低，就是然后再 unplug。OK， 啊 ，OK， 我先把这个。所以等一下，好，我先把它放上去。所以我要刷 chord， 我要刷它的 chord， 然后上会帮我们弹那个分解和弦。然后注意他弹分解和弦的时候，他的大拇指总是在弹那个根音，就是那个 root 那个 note。OK， 我慢一点好了，要比较。气氛在最美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有这个传承，就是感谢主。OK， 好，就这样子。OK， 好，对，就是今天我们的 demo。OK， 谢谢小王。OK， 来，给他鼓掌。OK， 所以你刚看到了，我觉得稍微太大声，没关系，我来调。弹吉他哦，但是我们弹不同的东西。今天我们等一下会学到分解和弦跟那个 strumming， 所以在小组里面，你只要两台吉他的话，你不用那边争说谁。你还要 rotate 啊，干嘛？不用 rotate 啦，两个一起上就好了，对不对？那两个人都可以，就是彼此的同工。我觉得上还好像那种民歌西餐厅那种感觉。你知道什么叫民歌西餐厅吗？年轻人都不知道，我们以前哦。OK， 好，就这样。那就是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是不同的音出来，不同的 pattern 出来，所以是一个合奏，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事情。OK， 我们和弦嘛，和弦就是这个 harmony 的意思。OK。好，那我就今天的课程就不是到这边结束 ，OK？ 我差点要这样讲，感谢大家光临。OK， 好，我们就从一开始的 slide 开始。哦，刚才我用的这个 我不在做广告 ，OK？ 这个是我是用我的 iPhone 上面的 GarageBand，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 Smart Drum 的 machine。那用这个来练习的话，你会比较容易抓住自己的。这个 tempo 不会忽快忽慢，只要你不想听 CD 的话，你可以用这种 tempo 来练习。好，那我们今天是 basic chords and rhythm。 有谁已经看过我在 YouTube 上的 video 了？我
前几天 ，OK 啊，好，太好了 ，Good job，OK、okay。所以啊、我们等一下会再放一次，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班人比较多，所以其实你很难看到我手指头那部分，所以我是弄了几个比较 close up 的那种 video， 你可以仔细去看。那但是你也在你的那个 core chart 上，上礼拜我们已经看 go through 那 core chart， 你按照那 core chart 来弹，其实就 you know 就 make sure 你的手指头的那个 position 对就好了。嘿、hey ，好 housekeeping 的 reminders， OK， 我是叫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 power drill， OK， 每天要至少半个小时，拜托半个小时， OK， 那没有练半个小时，不要以后学不会不要来怪我， OK。那最后一个，其他都差不多了，要记得要练习啊，然后啊、plan on 就是小组的侍奉。最后一个，我有好几个 email bounce 回来 ，OK。假如你没有收到，你现在应该会每个礼拜至少收到两次的那个 email， 一个是大概是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会 email 那个、PDF， 就是讲义。然后之前的话就是有那 YouTube 的 video 那些 link， 你假如没有收到的话，请你在刚才那个点名表上面把你的 email 稍微写清楚一点，因为有些人那种 I 跟 J 啊 ，E 跟 Q 啊都分不清楚啊，就是那种字迹很潦草。还有那个写 email 的时候漏写几个字，还这样 insert 进去，我说哇 ，come on， 这根本看不懂，不然在写什么东西哈 ？Correct email address 很重要。那今天我们会 go through 几个。Important topic 就是 major and minor triad， 哇、wow, ，triad 终于有点 music theory 的东西。因为上礼拜我听了，大家都在问说，哦，什么叫 rule 啊？什么什么？哦，大家好像就对这种，当大家细骨嶙峋，你有人觉得追根究底，我一定要知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就跟你们讲 ，OK？ 有谁已经念过我送出去那个 wiki page 的那个 link 了？有几个？哇，才一个。那 wiki page good resource。十年前还没有 Wikipedia 的时候，哇，找很多东西要找书啊，图书馆。现在很多东西在网络上面 ，OK， 我们好好的去利用。那还有Open Course，Open Course 的话就是，在讲义里面有写说有什么 C、D、D minor 这些东西，几个好像六个还八个忘记了。你就 look up from the core chart。上个礼拜我已经印下去那个 core chart， 就按着那看。那等一下我们 go through 一下分解和弦，刚才。像做的分解和弦就是 finger picking， OK。那还有最后 strumming 的 pattern， 我们 go through。好 ，review 一下，很快的 review 一下 ，OK。finger 的那个 numbering， OK。一二三四，然后 T 一二三四，简单嘛 ，right？ 左手也是，右手也是一样 ，T 一二三四 ，T 一二三四 ，OK。记得这个 numbering 就好了，你就可以看得懂 chord chart。然后基本上这个圈现在，假如你过去五天六天有练习的话，应该就看得懂了 ，OK？ 应该 feel very comfortable about this，OK？、Okay？ 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六根弦，跟直的话就是弦，横的话就是那个 fret， 一个一个金属的叫 fret， 然后脚是这样在看它的 ，OK？ 所以最上面那个粗粗代表说它这个最上面的这个 where you start， 然后六根弦。横的话就是像一个 matrix 一样，其实很 engineer 的东西，就是反正你就地方按对按格子嘛，就按跟小提琴非常不一样。小提琴的话就是它上面完全没有这一根一根的，就你不小心按哪边。但是吉他的话就是你在格子里面就是按，比如说我这样按第一格的话，就按要蛮靠近，尽量能够靠近这个 fret 这个地方，就是金属的地方。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接触。它的出来的声音才会好听，不然的话就会听起来像这样，这样子这样好，那就这样会有点 buzz 的声音。Yes， 这样的 question。这个叉叉第一个是不是少的时候不要少第一个？尽量不要少到。Yeah， don't play open string， it says there。所以说你要控制在第二条少。哎，对，所以你在刷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这个要求啦，你就刷的话你就刷，就全部刷也没关系。比如说 D 好了 ，D 事实上是什么 ？C OK。D 的话，只要你看那 chord chart 的话，它上面两根是不让你刷的 ，OK。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没关系，稍微碰到没有关系啦。但是之后的话，你的手会慢慢练到，就是说你下去就是从第四根弦开始刷下去了 ，OK。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你练习惯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你刷在什么地方。然后 tuning 很重要，就是 make sure 你每次弹之前啊，请你把你的那个吉他tune到就是 standard tuning，
概就是 EADGBE、欸。那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的吉他比较旧，那我在 email 里面有写啊，就是说我们 TA 啊，我们会帮你调，假如你不太会调的话，但是假如它 string break 的话，那不是我们的责任 ，OK？ 那是你的吉他很旧了。假如它的 string 还 break 的话，代表说它已经太旧了，请你去换，好吗？一个 set string， 你便宜的大概3块钱，贵的话大概12块、10块、12块就有，所以是非常便宜的 ，OK？ 不像钢琴，哇，很贵 ，OK？ 好，那这些这就是 continue， 就是说，假如是我特别讲到说哪个 fret 开始的话，就是 relatively 到。比如说这 fifth fret 从这边开始 ，OK， 从这边开始按。好，把握时间。Major minor triad。Major triad contains a major third, perfect fifth interval, simplified rule 3-5. OK,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OK, well, I know. 有人会读五线谱吗？会吧？小学有毕业吧？小学音乐班都有至少在念 ，OK。不管怎么样，听起来，像这个是一个 C major triad， 就是这个是一个 C minor triad， OK。所以它听起来是这样子的。假如在吉他上面的话，这样，Nomi so， OK， 简单嘛 ，Right？ 就是 major triad， 就是有三个，就是三叠音，就是给你一个和弦，一个 harmony 的意思。然后 minor triad 的话变成这样子。所以听起来比较 sad， OK， 所以很多那种比较悲一点的歌的话，就是我们那个 minor 那种感觉，那 minor 就比较 sad， 那 major 的话就比较 happy， OK， 所以大概知道这样就好了， OK， minor chord 的话就是，呀，我这边好看看有没有，我本来想要在钢琴上面，OK， oh well， 没关系，就这样子吧。所以就要记得说，就是 do mi so， OK， 135。那 入 的话，你可以讲到一的 入， 3-5。记得你在分解和弦的时候，你就弹那个 入， 然后在你的那个和弦的表上面，他已经帮你把那个 入 写出来了。OK， 假如你的 look closely， 上礼拜有很多人在问，所以你在分解和弦的时候，你弹那边，就是你大拇指的话是弹那边的。OK， 所以记得那 major chord 的话就 sounds like this。那那那，很 bright， 很正面，好像很有为的青年那种感觉。OK。那假如是 minor chord 的话，就好像是这样子，就是好像很吸毒啊，会要颓废那种感觉 ，right？ 有没有快不行了那种？但是呢，我们给它加一点半音，哇，人生充满了阳光美好，刚去完主日崇拜，那这个的话就是星期五上完班了，哎，受不了，哎，所以这个的话，大家知道说。Major 和 Minor chord 的差别，好，没有看过那个 Wikipedia 的话，请你回去稍微再研究。我知道这一下子可能没有办法，假如你是不是有很多 music background 的话，这可能很难一下 get it。OK， 那没有关系。好，这个东西在你的那 chord chart 里面都有。OK， 我只是把它拿出来，就把它 display 在上面。我们在其实你只要会这几个 chord 的话。全部都会一样，你大概就会I would say about 50-60% 我们平常在唱的歌 ，OK。那假如你在下一堂课再来，你又会移调的话，那基本上80-90% 的歌你都会弹了 ，very powerful。就这几个C， 然后我们通常讲 C 的时候，事实上是 C major， 就是我 major 通常会就是省略掉不讲，就是 C D D minor E。E minor, F, G, 然后 A and A minor。那我要特别讲一下那个 F。F 的话，它是叫你这样按 ，right？ 但是为了我们大家的手的这个健康的着想哈，那其实你可以不用 stretch， 但那个它叫你这样按了，可以，它叫你这样按住。那事实上，我们只要有四根弦就可以了，就1-1-2-3就可以，就这样就可以。那我在那个 video demo 里面也是这样子按。四根就可以了。然后 same thing with C major， 这个就算了。我没有来得及那个 modify 我的那个 notes， 就是说你就1-2-3-3放在这边就可以了。OK， 这个不要管它。这样子的话，三根手指头去弹比四根就要好
好弹很多。OK， 所以就是 C 的话就这样就好了。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 video 好了，他们可能会比较希望我这 video 会可以 work。First we'll be using this class. First one is chord C, C major. Yeah. Here in this finger, finger number one, second string first fret. Finger number two. So fourth string second fret, and finger number three. Third string third fret. Sounds like this.Next one is D major. D major, you put your fingers, the first finger, string number three, fret number two. Second finger, first string, fret number two. Third finger, string two, fret three.And next one's E major. E major, you put your first finger, string number three, fret one, number two, string five, second fret, finger three, string four, fret two.Next one, F major.F major is pretty easy. Your first finger will cover both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tring first fret. And your second finger, string three, second fret. And your finger three, string four, third fret.Now we go to G major. G major looks like this. Your first finger, kind of just leave it somewhere. And start with your... Second finger, string five, fret two. Your third finger, string six, fret three. Your fourth finger,string 1, fret 3. Goes like this. And the next one is A major. A major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This is how I do it, and sometimes the chord chart may not show this way. First finger, string 3, fret 2. Second finger, string 4, fret 2. Third finger,String 2, fret 2. Now we're going to go for some of the minor chords that we're going to be using in this class. Open minor chords. First one, D minor. D minor, first string, first fret, and...This finger two is third string, second fret. Finger three is second string, third fret. Next one is E minor. E minor, pretty easy. I use it, the second finger, finger number two, string five, second fret, finger.Number three, string four, second fret. Now we go to the last one, A minor chord. A minor goes like this. Finger number one, second string, first fret. Finger number two, so string four, second fret.Number, your finger number three,
goes to string number 3, second fret. Okay, let's go over everything again. So we start with C and D and E. So we go for F and G and A. And now D minor and E minor. Finish up with A minor. OK. 好，大家都学会了齁，对不对？其实你就看了 chord chart， 然后 finger 放到那边就 OK 了嘛，弹出来的声音其实不会差到哪里去。可是你要换的时候，哦，那真的是你好像放下去就拔不起来了，拔牙拔不起来的感觉，哦，是拿不起来。那个是要克服的。D major 那个 T 什么意思？我要 T D major D major。T 为什么会那样 ？Thumb。对啊，它是只要你可以的话，不用弹了，只要你可以把它 mute 掉 ，mute 就是让它弹出来不会有声音这样。现在因为我们一开始没声音。你在刷下去，刷很用力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会碰到啊。可是那个音 ，OK， 后面。可以，所以我刚刚在 video 里面有讲说，我是这样按的，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按 ，if you want。舒服的话可以这样按。我一般来说我比较喜欢 2-1-3， 为什么呢？因为你手的构造是说 OK， 只要你是这样子按的话，比如说你这样直接按下去的话，你的 first finger 会被挤到这个后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它可能不会没有办法压得很紧，所以会 string 会有点 buzz， 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它的 contact 不会很好。所以我自己一般的觉得话，我都喜欢这样，会就是用 2-1-3。因为以后我们会学 A major 7，只要你加一个7的话，它基本上是把这个一拿到上面这边。所以你只要弹 A major 的话，这样的话会变得比较容易。就假如你是1-2-3这样的话，你要弹 A major 7就要全部换。但是假如说你是已经是用 2-1-3， 就是2-1-3这样子来弹的话，你要弹 A major 7，只要把一只手指头拿上来就好了。OK， 所以其实这是你在弹奏的时候。但为什么我们 G OK， 你也可以弹，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弹一，就是2-1-3这样，就是比如说它这边的弹法是用降弹的。但是我自己的 recommend 说用2-3-4。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弹 G major 7以后啦，以后你就直接把你的那个第一个手指头拿到下面来，我就很容易换。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个 progression， 你要有点像玩那个俄罗斯方块 Tetris， 你知道吗？你看到下一个是什么，你大概就是你的手啊，大概放在一个地方比较容易变的，不然的话你的手要飞来飞去就很蛮辛苦。OK。好，所以大概就是 go through 这样子哦。分解和弦，我们时间也不太，也是很有限。But anyway， 我分解和弦的话，这边是刚刚有讲过 root note， 所以在你的 chord chart 上面就讲的二，那二就很重要。二就是说你在弹分解和弦的时候，你的手指头，你的大拇指是长，你的大拇指是要弹哪个 note？因为你下面三个手指头就是1-2-3的话，它都是管下面三个弦的。OK， 就比如说我弹 C 的话，就是说我的 root 是在 C 嘛，来。OK， 所以我们有几个 pattern， 那个 pattern 其实就是你自己去 invent 啊，你就到底什么好听你就 OK。不过我自己 recommend 就是说，你可以 start with these， OK， 比如 T 1-2-3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练到说你不用去想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练了。T 一二一的话就这样子。简单嘛，来，那 T 一二三一二一是什么东西啊？哇，来，我们试试看，看我会不会弹。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什么东西？我自己写出来，我自己也忘记了。不，你以后就不用，你大概找到自己喜欢的 pattern 就 OK 了。OK， 但是我试试看，我可不可以想起来我到底当初在写什么东西？哦，真的哎，还蛮不错。OK， 就是下去，然后 OK， 好，所以你大概 get 了吧 ？OK， 我现在在放另外一个 video，OK，、okay? 这比较 close up 的，开始。那我 A minor， F， G， 再来一次 C， A minor。这把是 Gibson Guitar， 非常非常好听，一把1000多块，哎，不是我的。仔细再 close up 再看一下，跟着他弹。OK， 所以这个要，刚刚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写说 C A minor F G， OK， 是最基本的一个 C 大调的一个 progression， OK。所以就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就让我躺在床上或者是干嘛。这样子一直 repeat OK， 练到你的手指头。很重要的就是我还要提醒大家 OK， 不要就混过去。假如你觉得说你弹得不够快，请你就放慢速度， make sure 你每一根弦都弹得很干净，很干净，没有 buzz OK， 不要就这样随便按下。妈，刚刚这样叫什么？我不按下去我还蛮吃力的，就像那个就是这种 buzz 的声音 OK。就是没有完全就是压得很紧，或者你的 position 不太对 ，OK，make sure 你的这个的那个 technically 不要急 ，OK， 慢慢 build up。我们再 switch back to slides。OK， 我现在是用 iPad One， 所以它 switch 比较慢。Strumming 呢？Strumming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一般吉他手在做的，就是这样刷下去，刷 chord 啦，就比如说这样。对 ，OK， 像你听到这个的话，就跟分解和弦完全不一样的 ，OK， 就是它是整个一下子都下去。那基本的 notation， 那我们 just use this as a guideline 这样好不好？那我们有一些 notation， 假如你是在你买一些书啊，他会教你怎么刷的。通常是用这种 notation， 就是 down 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手往下刷，用那种符号来表示。那 up 的话就是用一个倒三角形这样 up。所以假如是我要弹这个的话，就是 down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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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像在做 aerobic 的感觉 ，OK。通常没有人在弹这样子啦 ，OK， 那很吵，你知道很怪，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你知道有句话叫无声胜有声嘛 ，OK， 有的时候你要把一些东西拿掉 ，OK， 不是只是有声音才是音乐，那没有声音也是音乐，哎，那中间有一些休止符、休息的地方，那我们这边都是以一个 measure 一个小节里面有四拍来说 ，OK， 所以这边假如小时候有上过一些音乐课的话，那有四拍。打拍子 ，OK，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OK， 大家小时候都有走过，唱什么军歌啊，干嘛的 ？OK，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什么黄埔军魂啊，那些东西 ，OK， 好 ，Anyway，OK，、
pattern one number one 就是一三五七，所以我们只会刷，就是一三五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拍、第二拍、第三拍、第四拍的每一拍的前半拍，就是down的那个 stroke。一三五七 ，OK。所以 sounds like this， 一二三四。所以完全没有往上面提的一个动作 ，OK。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说什么一小节就是有，就是弹四下，就是上下各四下的话就是这样子。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这太吵了嘛 ，Right？ 所以我们把那个 upward 都把它省略掉，所以就是一二三四一二，这样听起来就比较 manageable， OK。但是你又觉得很无聊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试试看用一三四五六七八哦，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就是给他一个 variation， 跟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很像，可是你就中间把它少去一个，所以你在手在运动的时候你要注意，你在弹的时候你手还是上下上下 OK， 它 sounds like this OK。第三个一三四六七八 ，OK， 不要慢慢 digest，OK，、okay, 不要搞混了 ，OK， 一三四六七八就是说，我们这个不要弹，然后这个也不要弹，给他一点就很 bouncy 那种感觉，要 bouncy 就是一些韵律感那种感觉 ，OK， 我们试试。你其实你弹久了这些东西，就有时候我还要想说那是什么东西，事实上你弹久的话，你大概很自然就会出来了。我们可以试试看 ，OK。OK， 再试一次，再试。所以它是这样子，然后再休息，然后再我从下往上，是不是？对，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你要让中间就是没有东西的话，回了一种。那种 bouncy 的韵律的那种感觉 ，OK。那 pattern number four 比较简单了，其实也不简单，就是一三四，就是我们在第一拍的时候是弹前面一个 down， 然后再 down up， 然后后面再 down up，OK、okay。Something like this。其实你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下面往下刷四下，往上四下，然后这八个里面，你把一些东西抓出来。可是你要看你的手哦，你的手从头到尾还是上下上下上下，关键在于说你的手有没有碰到这个弦，你碰到弦就没有声音，你没有碰到弦的话就没有声音 ，OK。但是你碰到弦的话有声音，所以比如说我要弹这个一三四好了。弹下去上来的时候没有碰到，然后下去的时候再碰 ，OK， 它是意思是这样，你的手还是一直在打拍子 ，OK。OK，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回去要稍微练一下，因为很多人就是手一弹下去就没有办法自己，我一定要很努力的这样子去刷，其实不是，很多时候给他一个空格，这样很好。Chord progression， 我们会在这个 class 里面，我们就你可以用这个 chord progression 来练习。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chord progression， OK？ 这是今天最后。
Yes. 刚才那个 pattern 啊，其实很简单了，其实就是一二三四这样差不多。对，有勾上最后一拍的时候有勾上来一点，我大概是这样子。呀，就是一三五七，可能后面有加个八吧，我想着那种弹习惯了就。呀、yeah, ，就是大概是，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 chord progression 就是很多首歌都有用到，比如说那 Pastor James 他是主，我们也要就这样子。我们要主的祷告，是等到复兴的来到。那还有那个坐在宝座上，世界羔羊，我们不祭拜你。OK。所以你只要会那个的话，其实很多个人会弹，okay, 很简单嘛，哎，好，OK。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在写歌的时候，其实那chord有时候都差不多。是的，有没有问题？耶稣深深爱你，耶稣这样唱的好像怪怪的嘛，你一定是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所以是比较慢，所以他看你这首歌的。他的这个nature 是什么？他当初就是他是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假如是很吵的话，那事实上假如是一个敬拜的歌的话就不太适合。那假如是一个很赞美、很嗨的歌的话，你弹得很 soft， 那也不太适合。所以你要看什么样的歌。OK， 还有问题 ？Yes。Pick 的使用，怎么样用 ？Pick 的使用，我们再 pick。Pick 的话就是哎呦，有人要弹指神功给我，真的就可以了。OK， 谢谢。pick 的使用啊，对对对，我倒忘记这件事情。pick 的话，我是这样子拿啦，其实好像是你在握一个，你先握拳，然后我大概是这样子放，它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你有看过那种你在吃那什么蛤蟆吗？那种，它有那种。就是你把它放到那个盐水里面，它有东西那样吐出来这样子 ，OK， 就是那种形状 ，OK， 它好像那个东西要吐出来，然后你说哦，出来了可以煮它这样，哎，大概是这个形状 ，OK， 然后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就稍微吐出来一点就可以弹。在刷的时候，拜托不是说那种有人这样刷啦，很硬这样子，你不是在弹什么？古筝哦，这样子咔咔咔这样讲，一个一个下去，不是这样咔咔咔一个下去，而是这样很轻松的这样稍微刷过去就好，好不好？它在接触的点，不，你的那个这个 pick 的这个 tip 啊，不要，尽量不要伸到这个吉他的弦里面去，像这样子，不是那样子哦，不是这样让这样在卡过去那种感觉，而是说这样轻轻的这样拨过去，刷过去。所以稍微很轻松的 ，OK。然后你觉得说这是很卡卡那种感觉，就不太对。OK， 好。手指头，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因为有你们手指头的那个肉啊，这个长得不太一样啊。有人 bump 了，有人 bump 那 guitar。啊，对，不用 profile guitar 就喜欢写 ，OK。这样，我通常是这样子。然后上来的时候，假如你没有 pick 的话，我通常是用食指的那个 finger number one 的指甲当做 downward， 然后我的大拇指当做 upward， 像这样。OK， 但是假如你很 care 你的指甲，有擦指甲油的啊或那些的，那请你还是拿个 pick 这样子稍微弄一下，这样会比较好看了。还有什么啊？以后哦，亚亚，我先 special。War chord 下礼拜 ，War chord 下礼拜我们讲到 War chord， 然后怎么样 change key， 然后怎么样用 cable， 就是整个在，所以你一定要回家练，然后看那个 Wikipedia， 你才有一些概念。OK， 这边还有问题？你都想。肉